好，第一件事情，我还是把它细分到六阶好了。然后，我这边第一个还是一样 Jack Rectangle Alpha 这个 OK。Stroke 里面的 lazy 关掉，然后intensity 调一下，OK。好，换个 Alpha。对，我做了什么？我觉得我好像刚做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。阿赫，真假西？我猜刚刚是应该有遮罩吧？对，然后我就把它给细分了。回来吧，求求你回来！可恶，不回来就算了。我现在还好，刚刚我讲要存，我存的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吧，可以开启。然后 Control N，Document，New Document。可恶！不会吧？我什么时候就把它弄坏了？哎，我什么时候弄坏的？为什么我一点印象都没有？桌子，哎，刚刚看还好好的啊，好，这好好的啊，对啊，所以这都没雕，不要闹了，low tool。啊，管他的，我先做了。等一下，我再自己做处理这件事情。哎，这是空的吗？T 要修哦，对啊。所以这个，哎，有啊。哎，所以刚刚那是，哎，bug 吗？你说这 bug？对啊，好，我也不知道。什么鬼状况啊！可恶！好啦，青菜啊，那刚所以刚做就白做就对了。好，各位记者，好，这边先刷。我现在好像是反方向了。好，Alter。哎，为什么刚刚会不见？太奇怪了，不懂。好，哎呦，我又刷反方向。反方向也可以啦，再轻一点，然后凹凸再大一点，蛮不错的。OK，好，再来。
intensity 可能要再强一点。还有，OK， 这个地方也算比较重要了，就是你要用 stroke 里面的 lazy mouse 对不对，然后去刷这个地方，所以你的笔刷又要改回来。freehand 好了，freehand 跟 dot 其实都可以啦， alpha of dot draw size， 然后intensity 是多少 u，有点惨了。
再小一点，再拉近一点。我怎么觉得这个 level 可以再到更高了 ？Geometry 7。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对啊，差不多。OK， 就到这里吧。